主要是多少张票？看才知道是谁，主要是我多很多。台大压力肯定，压力肯定是有的。但是刚知道这个消息，想的还是越讲越紧张，老板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我想说一下，或者尤其是刚刚老板说完，就是不光有团队，就是个人的，我那个时候的第一反应，我到时候看不好的，看不好。只有说有
我爱 myself， 我爱我自己。大家一目了然，大家一目了然，大家都看得清，大家看。myself。言传身教，对，这就真的这样。